来了，坐。这猫耳朵和酱牛肉，莫非是特意为我准备的？算算时辰，燕宗主快要回来了，就顺便多叫了两样。阿乔如此温柔体贴，若是将来找到心上人，岂非更加关怀备至？谁若是有幸被你喜欢上，怕是几世修来的福气。燕宗主勿要玩笑，我进入道门便一心只向道。你们道门不是也有什么道侣的说法吗？反正你现在也没办法回玄都山了，倒不如随我回幻月宗。你若不愿当我弟子，我就给你别的名分呀。不必了。你以为是什么名分？我幻月宗就不能收个扫地小厮、种花童子？那也不必，多谢燕宗主厚爱。有阿乔佐餐，真是令人消受不了。